嗨，各位午安，今天跟我们到福安庄 Mini Cooper 原厂启停电池。今天使用，我们大概先介绍一下 Global 四方 Mini Cooper 原厂 BMW 用的电池 AGN 系统的。有启停车，千万记得，可以的话我们都指定四方 Global AGN 高启停电池。来，拆装一下吗？螺丝都是塑胶的，所以在拆装 Mini Cooper 的时候千万要小心，要慢慢拆，然后一定要带零钱，有零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这边还有一颗哦，大家很容易忘记，这边还有一颗，跟着我一起来，一二三 ，OK。电池上盖，注意这边有卡榫的地方，你们不用看太清楚，不过要注意。好，今天的重头戏又来了。好，先我有带弗利尔，美国弗利尔 CN46。换任何车子，我们都要确定它有没有在带电电压跟带电电流。带电电流0.03A到0.05。来，一样，轻轻松松，交直流。选择当然是直流，不用考虑。开启灯光，归零。OK， 我们来看看，目前是4.多A，大家有看到慢慢往下降。所以目前我们还不能把电池拆开，我们要再等它静止的电流，至少要在0.1以下，1A以下才可以做更换的动作。所以大家稍等一下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